那殷海光他自己个人的学术兴趣当然是在哲学、理哲学这一块，但是呢，他很关心时事呢，这个是他自己现实的一个关怀的一个展现。那所以说他念哲学呢，那么他其实呢，除了学术兴趣以外呢，另外一个也跟现实关怀是密切相关的。为什么他那么喜欢提倡科学、提倡逻辑？其实逻辑是帮助自己思想清楚的一把利器。啊，他发现一些独裁政治的一些政治理论，啊，都是利用那个模糊的字眼，利用个抽象的概念来蒙混其词，所以他就用这方面去分析当时的政治问题，反驳一些啊他所反对的一个政治理论。除了教学，殷海光开始在由胡适与雷震所主持的《自由中国》杂志担任编辑委员，发表多篇犀利的政治论述，致力于国家政治的民主化。殷海光支持蒋介石的立场开始改变，在国民党政府的眼中，他逐渐从爱国者变成了反动分子。他到了台湾，成为一个反蒋的一个急先锋。那其实理由也很简单，跟他早期的立场是一致的。因为当他在追求自由民主宪政的这样一个道路上的时候呢，发现了蒋介石跟他的政权居然是落实这样的一个理想的一个拦路虎。面对宪政的乱象，雷震等人认为，唯有成立一个强而有力的反对党，制衡国民党，才能实现国家民主化的可能。1960年9月，《自由中国》刊出殷海光所执笔的社论《大江东流挡不住》，声言阻挡有如民主潮流，乃是无可阻挡，这触及了国民党的容忍极限。几天后，警备总部以叛乱罪逮捕了雷震等人，并以为匪宣传、知匪不报的罪名判处10年不等的徒刑。阻挡宣告失败，自由中国被迫停刊。在身心煎熬的情况下，殷海光于1969年因胃癌过世。殷海光的理想到1980年代才实现，台湾终于有了一个真正的反对党。很多后续的一个政治活动者，比方说后来组织民进党的那个党号国民党，很多人都说他很早期都是受这个啊殷老师的文章的影响。2003年，台北市政府正式指定殷海光的故居为市定古迹。保存了与殷海光相关的重要文化性资产。本来这里是几乎是没有人敢来的地方，就后来我们在美国就听到说这个变成台北市级古迹，我简直不敢相信有这种事情，就好像奇迹发生一样。然后我觉得这是非常的好，因为在这里有许多可以引以为借鉴的，引以为鼓励的，所以我们觉得把这里开放是非常有意义的啊，希望后人因为来到这里得到有思想上得到启发，也得到鼓励，我们觉得非常荣幸。